这个角度啊，从带入约翰那个角度看看，我们自己作为一个传道人啊，怎么样做的侍奉主啊？传道人，我的意思是侍奉主的人。我们带入约翰，约翰作为一个侍奉主的人，怎么样可以鼓励我们寻找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呢？
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鞭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好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。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，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。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那神的羔羊呢？犹太人一定想起这个经文。这个经文提到什么？耶和华的仆人，这个是耶和华受苦的仆人。那这个经文当中有两个 motif， 一个是仆人他的，另外羊啊，对吧？这个羊羔，但是还有羊走迷。我们羊走迷，那个神的羔羊，他被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要在羊在剪毛之人身上无声啊。这个羊在以色列人当中，犹太人整个思维当中是什么羊？逾越节的羔羊啊，最出名的就是逾越节的羔羊。所以这个经文当中把两个重点关了连在一起，一个是耶和华的仆人，他是受苦的仆人，逾越节的羔羊，两个结合在一起。所以看啊，神的羔羊啊，就是这位逾越节的羔羊，而是他要为我们，他就是耶稣基督，为我们要死在十字架上。他要好像这里说，他代替了，背负了世人的罪业，他要受鞭打，我们人犯罪的罪业都归在他身上。约翰说，这个耶稣这个人呢，就是我们过去逾越节的羔羊，因为他我们免去神的愤怒。出埃及的人啊，这个故事啊，犹太人每一个人都知道的。出埃及没有这个羊的话呢，我们都死了。夺命的天使杀埃及的长子的时间，只有这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槛上，我们才可以得救。逾越节的羔羊，神的羔羊，过去是逾越节的羔羊，往前看，耶和华受苦的仆人。逾越节的羔羊再进了一步，受苦的仆人，他是代替了我们，就把罪啊，逾越节的羔羊只是免去神的愤怒，耶和华的仆人，他把一方面让我们免去神的愤怒，他自己成为神的愤怒的所打伤的人，所以他把我们的罪孽都背在了他的身上。这个发展有了，由逾越节的羔羊一直到耶和华受苦的仆人，两个画面结合在一起，往后看，往前看 ，OK， 这个是末世里面提到这个耶和华受苦的仆人，神的羔羊，这位耶稣就是我们期待的弥赛亚，而且这个弥赛亚呢，他要成为神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的罪孽，他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就是耶稣基督自己。那这个思维里面看到，一方面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，第一，人的罪，这里出现很多次啊，鞭伤都是什么？责罚、痛苦、忧患、罪孽，罪孽出现了很多次，罪孽很多次，人的罪孽，然后呢，神的愤怒啊，砸打、鞭伤等等，人的罪孽、犯罪，神的愤怒，羔羊拯救了我们，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神的羔羊。这个呢，在今天的这个社会当中呢，不容易讲，对吧？罪人有罪，人怎么罪？人犯错没有罪？您啊，这个世界呢？我们要听清楚，哎呀，每个人都有罪啊，他不是我们基督教讲的罪，他是我们做错事，没人给他教他一下，教导他就可以了。每个人都有罪，就是那个罪呢，不是我们中国那个是非啊，什么都错啊，等等。我们这个罪啊，基督教这个罪孽在神面前的犯罪，跟一般人的道德方面的做错事是一样不一样啊？不一样，做错事。
们道德方面基本上是我得罪你，我骗了你，我骂了你，我打伤你，这是人伦之间的一个错误。但是呢，罪呢，在基督教的道理当中，关键是什么？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是相对于神自己的。啊，这个概念在我们今天的文化当中越来越感觉到很难理解了。所以我们要是传福音的时间，我们说，哎呀，你有罪啊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你上谎啊，有坏的思想啊，所以你就下地狱了。有些人不明白，那谁不上谎啊？那怎么为什么就下地狱啊？这个好像不公平啊，是吧？我撒谎撒的有正义的，我是为了正义的事情撒谎。但是呢，我们要传福音，一个很清楚，这个道理说，我们要把人的罪，把上帝的愤怒、上帝的标准点明出来，因为没有这个标准的话呢，就只有过错，没有真正的罪。常常我们很容易犯了毛病，结果呢，耶稣是什么？耶稣变成一个道德的老师，因为我们把罪降低变成过错的话呢，耶稣的拯救呢就变得有点啊，好，耶稣的教导帮我吧，对吧？耶稣那个需要耶稣的迫切性，他是救主了，就感觉减少了。所以呢，耶稣变成一个好的老师，教导我们，他叫我们登山宝训，是叫我们应该怎么做，有了我们效法基督就可以了。真正的这个罪，我们说耶稣是神的羔羊，因为每一个人我们活在神的震怒之下，我们偏行己路，离开上帝圣洁的标准，那个标准是很高的，不是凭良心就可以说了过。我凭良心没问题，上帝他们不知道怎么说，良心骗自己，因为自己骗自己，良心是给自己有下台阶的。没人说凭良心没做坏事啊，你当你听了真人说话的时间呢，你就说我一生对得起良心，没有做什么坏事。他应该都做过坏事，但是他良心已经不太有点麻木了，对吧？啊，我们神的羔羊，就把我们说基督，这个约翰说基督是神的羔羊，他整个思想的这个框框就是说神是圣洁的，神是圣洁，他的震怒，他的审判，人在他审判当中他一无所有，而且他走向灭亡，所以只有基督的来救赎我们，我们才可以得救。当年在出埃及的时间，神的愤怒来临到埃及人，每个人都逃不了，只有羔羊血才可以救，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。所以当时我们在传福音的时间，怎么样才把这个道理说得清楚呢？这个很重要，我们要怎么样想想如何把真的我们在神面前这个事情要说出来。很多人说，哎呀，不要谈太多神的愤怒吧，说神的爱，说真正的神的爱。我们在阿根廷传福音的时间，我在讲到了时间啊，神的爱，神的爱，很多人出来，几十人出来。但后来呢，当我们个人谈到了时间，我就要清清楚楚了，我把神的公义审判等等说得明白。结果呢，信主的人只有一半，因为呢，有很多就了解明白了，知道，哎，清楚了时间，爱的话，哎呀，哪，你需要神的爱吗？你需要家庭幸福吗？你需要神帮助你吗？谁不需要？我需要耶稣，但是我需要菩萨，我什么都要。但是呢，要把这个清楚明白说，我们每一个人的路是走向死亡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最终的问题是得罪了上帝，我们走向灭亡，唯有靠神的爱，靠基督，接受基督的拯救，才可以真正的得救，这是灭亡的道路。这个很重要，因为耶稣的身份是神的羔羊，逾越界的羔羊，耶和华的仆人。我们自己了解神的羔羊吗？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考验，一个 question mark。 因为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在这个世代的人呢，对神的愤怒，这个 terror of God's righteousness，
好像不太敏感。马丁路德看到，哎呀，我是神的圣洁面前，我是个罪人，罪的完全败坏的，这个体验对我们现代人好像说有点怪怪啊。我挺好吧，平常没有什么坏，不就坏事啊？基督徒就是这样想，难怪我们看很多的这个属灵的 classic， 什么通舍那些老一代的，我就看不懂。他说了这种经历，我就好像我们都没有太深对神的愤怒啊，神的圣洁，我们觉得今天我们都不错了。问题是我们今天的生活，可能我们也落在这个思想的误区当中啊，我们没有真正的体会我们自己的罪，体会上帝的圣洁。其实我们每一个思维想到一些不正确的时间，那一刻了，我们就活在神的震怒当中。今天我们要重新学习神的羔羊，要了解神的羔羊，我们必须要了解神是一个愤怒的 It's the wrath of God， 神的审判。约解羔羊，因为神要审判法老，神要审判他的子民。神是责罚，他是个公义的神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因为我发现我们今天都活在一个另外一个世界。有人甚至说，今天呢，我们的神权要改革了，这是新的 Reformation， 旧的 Reformation 啊，就是神的公义审判，这个神已经过时了。我们要让那个 God is a human God， 上帝是爱的，谈神的爱啊，因为今天人太软弱，需要太多 brokenness， 所以需要爱，对吧？今天人很多 brokenness。讲太多神的公义审判，这个不行，不合时宜了。我不知道他怎么看，是否 brokenness 破碎太多，所以不要讲太多神的公义，多讲爱吧，全福音吧，爱让他能够信主吧。问题是我在想，今天的 brokenness 正是因为犯罪，这个 brokenness 的根源呢、啊，是跟这个圣洁的神割断，只是爱，没有再回到上帝彻底的悔改，这个 brokenness 不能根治。真正的悔改就是回到上帝面前说，我犯罪，我在你面前一无所有，只有真的靠你，人生才要开始。我要承担我的责任，我什么都做不了，我要来到你面前，主啊，我承担的话我一定死，我感谢你来到基督里面，得到你的恩典，承担，回到神面前，愿意悔改，真正的悔改。没有对自己的罪的了解很深，没有对神的高了解深的话呢，没有真正的悔改。所以难怪很多今天很多人的 brokenness 都不能改变，因为那个核心问题没有碰到。我感觉我们基督教的信息这方面不能 compromise， 求主帮助我。好，另外呢，耶稣是谁？要问。这就是我曾说，有一位在我以后来，反曾在我以先，因他本来在我以前。怎么可能啊？耶稣是约翰的什么表弟，比他后出生的嘛？怎么说这个人比他还在他以前呢？不可能。他不是说他肉体这个人，这个耶稣，他是说他的真正的身份 ，the preexistence of Jesus of the Christ， 他是先传的。这位耶稣，你不要看到这个人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神的。约翰一开始就说吧，太初有什么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耶稣不是一个人，他是一个人，但是他不单单是一个人，他是神的儿子，神性人性。对当时约翰的读者来说，人性毫无问题，他不需要谈耶稣是人，对吧？约翰的读者说，耶稣当然知道他是人，约翰说他是神的儿子啊，他
他们要证明的这个人呢，他就是来自上帝，他证明他的神性，他强调他的神性。因为他在他施洗的时间，他看到圣灵仿佛在鸽子从天降下，住他身上，他看见他了，而且他听到什么声音啊？这个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，是吧？这里没说，但是他已经假设了这个事情。所以约翰说，我看到了，我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，我看见了，就证明神的儿子，这个是神的儿子。约翰看到了圣灵像鸽子降在他身上，天父说话了，这个是神的儿子。他就说，我要证明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原初就有的，太初有的道，神的耶稣的神性。约翰证明当时这个是神性。今天呢，都要很，今天我们都需要这个事情。今天的神学啊，今天的教会啊，有人说哈，这样的，有人说以前的教堂呢，就是要很庄严，看到神人很渺小啊，那个祭坛子很远很远啊，敬拜的时间很高嘛。我就很想去那个 Warden and Steels 那个教堂去看看，那个东正教那个教堂就比较传统，他应该已经开始用了，应该有机会我就参观一下，或者说培灵会借他们看看那个教堂，那个 Doom 啊，是指向那个上天的，然后呢前面是让两面石斑，这个是传统东正教啊，那个教堂你进去的话你感觉自己很渺小啊，你跟上帝是在那边指向天，那个祭坛那边。基督教的教堂呢，现在很多教堂呢不是教堂，是 auditorium， 是中间在下面是个讲台，一个 congregation， 当然这个跟神学有关，他们说这个是圣殿，是一个 congregation 聚集的地方，我们不是神，这个不是神的殿，这个是我们敬拜上帝。慢慢的在这个世界慢慢改变的话呢，越来越连那个教堂的这个 architecture 都有点改变了，都以人比较为中心。我去过的一些教会呢，这个十字架都比那个这个什么这个 screen 呢盖过了。那我们在这个教堂的时间，我们盖那个教堂啊，我们都有很多 debate， 这个盖了教堂应该怎么样，用不用这个东西，这个 pills， 不用 pills 吧， pills 比较贵一点，用一些椅子也省不了不少钱，但是呢我们椅子比较机动性比较强啊，一下子把它改可以跳舞啊，可以打球啊，对吧？而且呢也是问题，有没有这么大的十字架放在中间，好不好？是这个放中间还是这个放中间啊？当时有，但是后来感谢主，上帝救了我们，我们这个堂呢比较不是很大，放在旁边也可以看得到，但是当时我们很清楚十字架应该放中间，是吧？不应该这个放中间不好，因为我们这个 screen 不是我们教会的中心，教会中心是基督。后来说我们应该传统一点，那个传统是说这个 pills 其实不错，后来我们的决定是我们用比较传统的一个 design， 就是这个教堂，但是有些不太传统的一些方法，那个颜色啊，这个颜色方面的很传统的，传统当中有点不传统，但是呢其实呢还是保持这个东西。这个有些人说我觉得有点像那个教堂比较神圣一点啊，起码我们也不是太像神圣，但是呢能够跟上帝，这个教堂这个 design 呢应该是以神为中心，你进来的话你第一眼看到什么 The cross， 对吧？讲台放在这里，讲台前面还有十字架，有人说不如用一个透明的讲台好不好？不好，因为我放手你得看到我的手的动作啊，盖上前面要放一个十字架。我们盼望就是整个这个简简的地上说，这个教堂一来看到那个讲台，这个讲台是中心，不是讲道的人，就是说 The Word of God is the center， 然后背后是十字架。因为是虽然我们知道侍奉神的人，我们的教会啊要人性化，不能高高在上，人性化，但是教会的中心
要表示什么？表示神的一个超越的神，要表示我们这一群人呢、啊，不是单单一群人，我们一群人当中有一个神在我们中间的，有一个来自天地万物的主宰在我们这个人当中呢。人性化很重要，但是啊，关键是指向一个超越的神，指向神的儿子。假如我们这个教会只是一个普通的群体，那跟一些其他的 club 没有区别的话，那个教会的存在的价值就没有了。教会在这个世上，我们要说我们敬拜的耶稣啊，不单单是一个好人，不单单是一个 guru 啊，耶稣不是个 spiritual guru， come and know him then you have good life。 no， 耶稣不是个健康讲座的人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是超越的，他在我们人生这个有罪的人当中，我们要指向一个超越的上帝。 You will find God here。 这个是教会的重点。约翰的方向是指向一个神的儿子的基督。所以我们教会今天这个时代里面也需要人在我们当中。当然很容易在这个在我们教会的发展当中很容易有两个据点，一个是啊神的超越，一个是人的这个人性化，两方面。有一些教会走成这里了，走到这里啊，今天 I'm glad you come， 那种这个人性社会什么我们都有。一个是单单讲一些啊很超越啊很抽象的一些东西，应该保持一个 tension， 就是教会是人性化的，我们来教会我们的关怀。好，我们来当传道人的，不是说来帮我们就讲道，哎你有问题啊，我不跟你说话啊。今天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病了，我跟我们的秘书说好我们一起去看看她，秘书煮菜炒饭给她，因为她吃粥什么都没有，我就给她弄电脑好啊。我们坐了一个小时跟她聊天，离开的时间她是开心了、一个人病，单身的一个人病很辛苦，这个是什么？人性化的侍奉，同时也是什么？指向基督，神爱你，不是我们爱他，不是我们煮饭很好吃啊，就是说教会里面随时都会打电话给我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有神的爱，神的爱。我们教会在这个世代当中啊，有一个很大的责任，就让人知道我们所相信的不是单单一个宗教信仰一个方法，乃是说在我们当中有一个神的儿子 over and above us， 神的儿子超越教会。我们去哪里不是要建立一个 empire 什么，是建立一个神的指向人，指向基督。约翰他是个成功的传道人，成功的人生，他可以以自己为以利亚、先知、摩西，但是呢，他甘于做一个修路工人，把修直主的路成为他人生指向神的荣耀。因为在这个天上地下，好像彼得说，只有靠着一个名得救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一生呢，无论做什么工作，你做的工作跟我的工作不一样，但是约翰的榜样一个挑战就说，我们有没有我们整个人生到见主耶稣的面的时间，我们有没有把人指向耶稣是神的羔羊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让人认识耶稣得救呢？他的生命永恒改变他一生吗？这个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提醒。我们做很多很多事情，不同的工作，当传道的工作的银行投资啊什么什么都做，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不一定每一个人当传道人，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侍奉主的人，所谓教会侍奉主的人，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啊应该跟约翰一样，我不是那些自己为自己定的一些目标，我是什么？我是神给我安排的这个人，我的一生啊就指向基督。我们的人生如何？
我们都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约翰的人生很短，但是他的人生很灿烂。主啊，我们都一把年纪了，我们回想过去的日子，有很多的时间确实浪费了，白过了。主啊，我们今天在你面前，主啊，我们要切实的做一个为主的路预备的人。主啊，我们盼望我们的人生在你面前预备你的道，让人能够认识你的荣耀，看到你的光。因为因着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说了话，我们做了饭，我们的爱心能够看到我们生命的里面的基督。主啊，我们真的在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心中有太多的软弱，太多的罪恶。主啊，没有你的话，我们自己很快的就好像堕下地狱一样，什么都抓不住。主啊，唯有抓着你的手，我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的丰盛。求你抓着我们，带我们走人生道路，来侍奉你，荣耀你的名，不枉此生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Thank you.